霍启刚与郭晶晶爱儿刚出世，已积极打造爱儿成为第四代掌门人。有消息指，他们已为儿子铺好了路，在有香港哈佛幼儿园之称的宝山幼儿园留好位置。此校每年学费虽然高达17万元，但依然打破头。校长收生严谨，并不是有钱就能读，要过不少关卡。据知，此幼儿园的副校长是霍启刚前女友吕庆欣，两人虽分手，但并没有因爱成恨，反而关系良好。搜狐视频、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张惠妹。